清早，熟悉的歌声传遍球场，如同闹钟一般，揭开了帐篷区居民一天的序幕。这个帐篷区位于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国家足球场。地震前，这里原本是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的比赛场地。地震过后，绿色的人工草皮搭起一顶一顶的帐篷，将近10000位灾民住在这里。27岁的珍妮就住在足球场的帐篷区里。地震后，她成为单亲妈妈，怀中的孩子才2岁，正在生病发高烧，所以不停地哭闹着。OK， 加点，冰镇。Il dit comme ça que lui vraiment ça fait mal à pied. Il tente que ma roue mouille par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là. C'est vrai? Oui. Yes. He died during the earthquake. Un cadavre qui tombe sous lui?Il y a quelques murs de la machine à l'arrière. Qui... Pas un cadavre là, non? Non. Yes. Vous avez gagné une photo, monsieur, t'as montré une photo, t'as filmé une photo, monsieur? Non, une photo. Ben, tout est dans le cas, mais une photo.珍妮和先生结婚10多年了，一场地震，天人永隔。地震不仅夺走孩子的爸爸，也让珍妮失去了父母亲。缺乏亲人的陪伴，又得独自挑起生活重担，让珍妮几乎崩溃。Petit frère et sœur was one of the biggest hospital for kids. 无常总是突然而至的，让人措手不及。2010年初海地地震，这场惊世浩劫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时间回到半年前，地震才刚发生不久，太子港国际机场受损，海地陷入一片混乱，救援人员和物资很难进入海地，许多灾民濒临死亡边缘，却苦等不到援助，终于发出愤怒又沉痛的呐喊。I am an American, Haitian American, and I'm coming back to my country. When I saw all the stuff, dead body.And so many houses like that, and children are dying from hunger. They don't even have food, not even medicine. Come to this country, help us. Because what I'm saying over there, I saw big guns in the street of Haiti, but not the real thing.
where people can have a chance to live like human beings. Enough is enough. This is the first black nation, and now is the poorest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we don't see exactly the help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ll those big organizations. This is a joke. Now is the time, people who believe in the Lord, to come to my country. Thank you. Let's work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gether. Enough is enough.在各方援助尚未抵达时，慈济志工们已经从多米尼加边境进入海地，深入灾区勘察灾情，积极筹划赈灾事宜。现在有很多人在排队哈，紧着等着入境的手续。那因为我们这个罗伯特哈先生哈，他有良好的关系，哦，我们就直接到那边马上就办理我们这个手续，就是只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拿到这个入境单。2010年1月12号发生的海地地震，震惊了全世界。来到海地赈灾的慈济志工曾经带给了当地灾民这么一句话 ：“Let's work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努力。”就这样，来自于美国、加拿大、多米尼加、阿根廷、圣马丁、约旦、台湾和海地等8个国家的慈济志工，一批接着一批，超过300人次，轮班接力来到了海地。陪伴着受灾的海地人共度难关。截至2010年5月底，在联合国慰安部队以及海地志工的协助下，慈济在海地一共举行了59场的发放，将近19万5千位的灾民受惠，而义诊的服务人数超过了15000人次。慈济人有组织、有效率的赈灾专业，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的人文精神，以及真诚的分享，再再都赢得了海地人和其他国际救援组织的瞩目和尊敬。而最让人欣喜的是，已经有不少一度受灾的海地人转而成为帮助自己乡亲的发心志工。例如今年5月间，慈济人在太子港灾区的小学进行文具发放，就是由海地志工全程主导的。今晚我们就要带您来关心浩劫过后，海地灾民如何在艰困的环境中奋力求生，而慈济志工又如何陪伴他们重建家园呢？然后这个里面啊，可以睡2个人，原本要挤3个啊，但是后来有人走，然后后来就变成2个人，然后就一人睡一边。最多挤3个啊？对啊，最多挤3个，3个的话就变成你不能翻身了这样子。然后一开始睡的时候会很热啊，大概到半夜大概1、2点左右之后，天气变凉了，然后才有办法睡着，然后赶快拉起来，要不然晚上又要开始喂蚊子了。对，就是大概这样。这个海地啊，跟慈济有这样的因缘呢、啊，当地的人呢，我们也已经呢，就地是道场哈、哦，那就地的培养菩萨。才刚破晓，海地赈灾团的志工们已经聚集在会议厅，准备聆听证严上人开示。啊，这个精神哈，爱呵护把阿罗哈，唔贪心功哈，哦，我积架很多了，我的回去呢就要好好的休息的，我们都没有积架哦哈，跟你说，今天我都不够用哦哈，好，感恩呐、啊，也祝福你哦哈。那我知道今天有三场的发放，今天是最重的一天。开始结束后，赈灾团领队紧接着说明工作事项。对慈济志工来说，这是每天早上固定的仪式，仪式完成后才能安心出门工作。那你可以看一下 schedule， 假如说你们可以随车的话，你们就看看跟哪一部车先去。水没有了，我只有3桶。好，谢谢。过去好。每天早晨，从住宿的地方搭车前往发放和义诊现场的志工们，都会经过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市中心。前面看到的花花绿绿的，这个叫 TAP， 意思也就是你拍一拍它，它就会停下来；你拍一拍它，车子它就会停下来，就好像我们的电铃下车铃一样。这是在做一个发放，各位可以看得到，大家都去。
赈灾后物资缺乏，生活艰辛，灾民们生怕领不到物资，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引起骚动。